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八点开放麒麟王任务。任务中出现的麒麟比力战强度再稍微高一点点。但是麒麟本身血量就不高，好睡好昏又容易失衡软脚。重弩打它一样无难度。一场战斗中可以用棉弹睡它三四次。想风骚就穿转身衣搭配扩散弹。扩散打完回营地补给或用撤甲榴弹玩弄它。猎完麒麟之后会获得幻兽票。拿去工坊就可以看到加码麒麟装制作页面。或是准备两张幻兽票到资源管理所交货，可以获得外观装备巴鲁特。以上 ，Google 姐姐配音，附一场刷麒麟全程影片，使用的落伍装备及珠子，请快转到11分37秒观看，881。